看看新闻网。接下来我们要请肖杰、梁倩他们今晚将带来的舞蹈是现代舞，编舞老师田静、顾佩英。非常有感触，这是肖杰第一次在舞台上表现一个角色，尽管是一只猴子。我们来看一下五位导师对他们的评价。金星老师，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看着两位舞者这么一路走来有很大的变化，尤其是肖杰。刚才你跳这段舞蹈的时候，我已经忘记你是跳 hiphop 了，你原来是很抵触拍跳双人舞，对吧？对。现在你已经有配合了，而且配合之间有交流，在交流当中完成了自己想表达的情感，特别好。这双人舞编得不错，也绝对是两位舞者完成的也非常好，很好。谢谢金老师。谢谢金星老师。小春老师，肖杰，今天你入了那个角色里面，我相信你是一只猴子，但是我不相信梁杰是个妖精。那小春老师每次都不看好我，我也无奈了。我没有看好你，我不觉得你像个妖精、啊、你就是你每次弄你都不懂，那是小春老师家里老婆管得严。好吧，哪敢，梁倩，你很能让我去跟着你走，我走了一下跟你走，哎，不行，我还要回去看猴子吧，很自然。那小春老师，那就对了，因为这个节目我就是衬托他，因为猴子他要去他的成功之路，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要放下很多，所以一旦你看动他了，那就说明我成功了。OK， 哦，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武林争霸的舞台上舞者教育导师的。OK，Thank you。好了，那火就这么多了。我觉得肖杰的让我最开心的一点，就是你在这个节目里边，你把一个街舞的一个动作的形态，转变成了一个带有情感的猴子的形态。这个转变，我觉得挺了不起的，挺棒的。
谢谢冯老师。杨丽萍老师，肖杰，我觉得你可能已经理解到了，从第一天走到今天，真的就跟西天取经一样，你是不是能够经受得住任何诱惑，就纯粹的去找自己的，我们可能说是舞蹈吧，我觉得你跳这个舞，可能编导也是有这个寓意，就从这个舞蹈里能看出来了，其实你自己也已经慢慢的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我们看到了这种，哎，谢谢，谢谢杨老师。其实真的我很真诚的感谢给我编这支舞的田老师，真的他就跟我猴子嘛，他就几句话就征服了我这个泼猴。哪几句话就征服你了？这样说的，比紧箍咒还管用。本来这次我是想跳一个也是那种特别炸的，观众肯定特别喜欢的，特别嗨的，但是真的我跳这个舞蹈的时候真的很舒服，比我原来的那种要舒服得多，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他都是有含义，而且还是有，这我也不说不来了，也就是说你认识了新的自己了。对，以前你在台上真的是无所不能，但是你只是一只猴子，但是今晚我们可以叫肖杰修成正果了，悟空。到目前为止好像我们听到某一个名字要超过你杨倩，导师你们就选他进吧，让我来那个代理，因为在这个作品里也是我是承受的那个，所以我希望他进，我不怕输，我一无所有，反正我不怕输，然后但是我更想赢，但我要想赢我就要站在 PK 台上让你们看我到底有多强。好，说明一个舞蹈完成之后对人真的是有帮助，悟空都理解色都空了，何况是名次。五位导师你们可以放松的做出你们的决定。小春老师，肖杰，谢谢小春老师。金星老师，肖杰，谢谢。杨丽萍老师，肖杰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恭喜肖杰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想听听冯老师和方老师他们会选择谁。肖杰，方老师，我给梁倩，谢谢，谢谢。让我们祝贺肖杰，同样把掌声送给梁倩。